但是我凭什么帮你对付他呢？就凭他是我们俩共同的敌人。之前段若楠用那样的手段逼您走，我想您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错了，之前的事情我老婆已经不追究了。再说了，我在集团公司待得也挺舒服，我凭什么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，我非得要帮你呢？很明显你的诱惑不够大呀。顾总，只要您肯帮我，一切都好说。若楠，这个是我给你选的项链，作为赔礼道歉的礼物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真土。这项链还挺好看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怀疑你搞恶意竞争，我只是担心你相信了樊小薇说的话，但是你又中了他的圈套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才说了那些话让你误会。而且后来我不是也跟你解释了吗？所以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傻？辛苦了，喝杯柠檬水吧。谢谢吴总，我很忙没空。双兰，你就别跟我生气了，刚才说那些话是我错了，但是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樊小薇不会平白无故把机会让给你的，你要小心，这可能是个局。知道了，有劳吴总不行。好在你聪明，一下就识破了他们的计划。我跟樊小薇做了这么多年朋友，太知道她是什么人了。这次我就是想看看她能玩出什么花来，你以后能不能多相信我一点？好，以后呢我就只相信你。现在也算是尘埃落定了，孙贝家即将被停职，樊小薇以后也不敢再为难你了，你就开心一点。来，赶紧把这条项链戴上，看看衬不衬。看吗？好看。吴总，一会儿十点有个会需要你参加。孙贝佳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被停职了？是吗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人被停职了。如果不是我，是你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谁下的？我下的。顾红。吴泽呀，吴泽，你看看你带的队伍。居然敢在公司的公共场合直呼领导其名，行，怪不得集团公司不放心，把我调回来继续管理你。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？今天早上任命呢，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了。行了，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办。下出这个直播活动的事故影响极其恶劣，我必须严肃处理。段若楠，你别走了。你是故意的。故意的又能怎样？顾总，整件事情来龙去脉你比谁都清楚，根本就不关若楠的事。我不管事情怎么发生的，我只追究负责人的责任。段若楠是这件事情的负责人吧？那照你这个逻辑，干脆停掉我的职好了。说到底，我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是整个项目最大的负责人。吴总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还是吴总认为我不敢呢？走，
当然能吃得消。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如果你硬要停掉一个人的职，那就停掉我的好了。好，吴总有魄力，我今天就成全你。我会把今天所有的事情汇报给集团总部。还有你，段若楠，你别着急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既然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，找到顾红他们的把柄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回来复职。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如果你受委屈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把这些报表今天理出来给我。抱歉，这是财务部应该负责的事情。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。可是顾总说这就是你的职务范围，如果不干的话就当旷工处理，开除就好了。段若楠，去把楼下的快递拿上来。你给我倒杯咖啡。段若楠，你是眼睛瞎了还是没长眼睛啊？你看看你写的那份报告全是乱码，你要是这种工作态度的话，趁早给我滚蛋。我在你家门口，我想见你。好，我马上下来。又是你个扫把星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阿姨好，我是来找吴泽的。你还有脸找我儿子？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怎么可能会停职？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可能现在这么狼狈？你给我出去！若楠，怎么样？妈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停职是我自愿的，跟若楠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怨他，怨谁？不是因为他，你怎么可能会停职？你的性格我还不清楚吗？就是这个狐狸精惹的祸。妈，你说话放尊重一些。若楠她是我喜欢的女人，你要是再对她抱有任何偏见，那么恕我直言，您在我心中也并非一个合格的母亲了。你。没事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替我妈跟你道个歉。其实阿姨说的也对，是我连累你了。若楠，能挡在你前面，我甘之如饴。我就怕你不给我这个机会。你听我说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因为我喜欢你，若楠。从我见你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相处，
我更确定了，你就是那个我想一直携手走下去的人。你愿意给我这个照顾、珍惜你的机会吗？相信我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若男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我在我女朋友家过夜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女朋友？若男，你答应他？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？你什么身份？我跟若男说话呢，你给我让开！凭什么？你让不让开？让。Thank you.